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，跟程璧姐有关，肯定跟他有关系，而且啊，他一定参与其中了。难道这就是程璧姐正在负责的那个秘密任务？ 军统的人找到我，说希望我帮他们一起查出程璧姐正在负责的一个秘密任务。军统，我看君浩对雨竹是认真的。你答应了吗？没有。爸爸。 爸爸，我正在跟你说正事儿呢，你干嘛？哎呀，我姐正在上面看呢。随他们去吧。 喝了再上床。咱们得帮忙长发。 这也是在帮我们的父老乡亲。如果我姐真的在负责这件事情，我们得尽快通过她，查到那些被关押的人，关押的地点到底在哪。对了，程发现在怎么样啊？上海一别，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了。我姐经常跟我说，那个顾长发，好像很喜欢你。 没想到你也很关心他呀，怎么，我不能关心他？当然不能啊，你只能关心我一个人。那你恐怕要失望了，我肯定是还要关心另外一个男人的。谁呀？和平啊！爸爸。 我姐已经走了。